当隔壁这一排啊，好，举手这一排，好，麦克风请递上，来麦，谢谢小刚，接下来阿喜妈妈哦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喜林玉品，我在片中饰演的就是唐振刚以及小宝龙他妈妈，产红他妈妈，所以我觉得我是这部戏的灵魂人物啦，希望大家可以进戏院支持我们这部片，谢谢。灵魂人物自己讲的是啦，他妈妈就是他，很重要。好，接下来王宇杰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宇杰，然后在戏里面我是演郭采妮，她是一个很厉害的女生。对啦，有性感，很性感，对，然后就会很利用自己的，就是手用很多的手段去得到他想要的东西，所以我就一直利用他。哎呦，片中欢喜冤家旁边这一位是郭耀仁，大家好，我是郭耀仁，我在戏中呢就是扮演被郭采妮给利用的，我的身体、肉体啊、灵魂都被他利用，所以演这部片真的是五加够呀，加花艺啊。好开心哦！接下来许仁杰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许仁杰，很开心这次能够演这个角色，因为我的角色在里面呢是会一直讲泰文的胡歌，是，所以希望大家能多支持这部电影，谢谢。好，旁边这位高大威猛的玛丽亚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玛丽亚，在这个电影里面我演的是一个不是他们这一国度的人，林玉杰朋友，哎、欸，是这样吗？对，就是。演一位非常道地的泰国人，对，所以泰国人吗？那你就叫短虾虾嘛。啊，你不是泰国人啊？马林卡，马林卡，赶快演《乘胜战》。是，我饰演的是一个褪色心情江塞公，我是他妈的干爹，他的干公。首先，我长话短说。感谢你们来参加首映会，我要恭喜你们，等一下可以看到是很棒很棒电影。嗯，是，谢谢。